安尼知嘛？知。微博咧讲真足侪步数个啦，啊，包括咱爱甲当只警察朋友呼吁，叫伊爱甲咱徛做伙，这嘛是其中的一步。爱讲好习惯，互伊听会心软。伊有一天会甲咱徛做伙啦，对不对？对。你看伊今仔日嘛真客气啊。那以前咱也遮侪人，伊头尾都爱派比咱两三倍侪警察来，伊即摆无啊啦吼。咱啊组长伫遐徛尔，组长伫遐徛尔，咱甲鼓掌一下好无？啊，甲鼓掌一下啊！啊，伊嘛不得意个啦，伊嘛不得意个啦哈、啊。你毋通看伊面歹歹哦，伊是面歹啊，心肝正软啊。这伊家己甲我讲个，伊甲我讲伊嘛台湾人啦啊，啊不得意个所在爱甲体谅。安尼好嘛？啊，所以啊，好啦，咱阿叔姐啊，唔免特别讲为难啦，唔免特别讲为难啊。这是伊食人的头路，一定爱做的啊，食人的头路一定爱做的啦啊。啊，我解说予大家听着好啊啊，阿免个别你甲吃啊，正要提莫是嘛会歹呢，因为伊非暴力空间内底，咱就是爱甲军队警察。英语用两字来表示啦哈，叫做 pull， pull 就是甲揪来咱这边，唔能甲 push 就甲杀开去，啊，所以这是微博的空间内底，啊，咱一定爱拍拼的哈，伊要过来无要紧啦，啊，一定会搁强的，一定会讲啦哈，啊，无要紧，是啦，无要紧啦，哎。现在时间，中华民国99年。没有中华民国，不要那透风，咱就爱按看风势，对不对？傅大哥，不要激动，傅大哥。啊，这个表示什么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要会学会观察了。这个表示什么？表示中国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立法院已经感受到压力了，对不对？虽然人少少啊，伊嘛动袂调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即卖的这警察，伊即卖的爱。以中国国民党的党团会叫警察来甲恁吓就对啦，啊，咱唔免惊济啦，咱唔免惊济，咱今仔日若惊济，咱公投民甲济济好朋友甲社团，咱就无可能伫只党620几天啦，对不对？伊会当创啥？伊上济啦哈，上济，甲咱罚30000块啦，啊。啊！咱若抗争，为着国家的主权，交30000块来争取国家的主权，啊，这个30000块敢付不起吗？对不对？削啦，对吧？30000块就会当守护咱台湾，30000块先去交纳啦，唔免叫伊来，叫伊钱纳纳的叫伊转去啦，对不对啊？就讲钱已经纳啊，买路费已经付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普通以前拢袂安尼做啦，咱那变啊钱较高高的，啊，赎金高伊，人嘛袂放，所以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那生意较高吼，伊嘛是照常来遮差啦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所以这吼流氓政府的体制，嘛有伊的一套啦。啊，咱台湾人，无要紧，这个压力我来承担啦，这压力我来承担，啊，大家免伤气温。大家免伤气温啦哈，安心食便当啊，因为这个空间无可能，咱食便当了就煞，对不对？咱嘛唔知影内底民进党为着台湾的利益，到底奋斗到啥物程度？民进党的党团代表，阿爸出来甲咱说明进程，咱绝对袂使离开，对不对？这样。公投法内底啊，做礼拜是不需要申请的啦，对不对啊？对。啊，其实咱嘛是拢在做礼拜啊。
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咱的黄泽彦牧师就叫咱祈祷啊嘛，对不对啊？哈，啊，咱就开始拢为着台湾的命运，啊，大家来啊，伫拍拼，啊，伫祈祷，哈，啊，即马搁较正式啦，哈，咱国教牧师，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的主会牧师，哈，啊，来伫这个大日头中间，啊来，啊。来带咱啦吼，咱这个台湾公益行动教会的特点，就是你不一定爱基督徒啦，你拢嘛会当来听道理。刚才讲哦，做一个努力嘛会当来了解咱国家主人家己的管理同款啦，对不对？我看圣经内底讲的，耶稣一生就是为着弱势，在打拼，在争取。用疼甲非暴力的手段去抗争，愿意付出伊的性命，对吧？所以我是感觉，咱虽然不是耶稣啦，但是咱爱学耶稣基督的精神。这个精神，咱若学会起，咱台湾就救会活啦。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即马咱公益行动教会，咱公道明的啊、工作人员，即马来教咱的。啊，十字架来个放在遮，啊，这是上帝对咱的疼痛，对咱的保护，啊，啊，虽然咱伫村里些夜香拜拜，这拢无冲突啦，哈，啊，大家唔免感觉这有啥物奇怪，哈，啊，就是用咱的心，甲咱天顶的神徛做伙，来向上天祈求，台湾受着吞打，受着压迫，咱台湾人民想要徛起来，想要用咱的气力。用咱的行动来挑战咱这种的困难，所以啊、欢迎哈、啊，欢迎咱公益行动教会啊，各教牧师啊，今日也特别来甲大家徛做伙，啊来向上天祈求啊，照顾台湾一片的土地，甲咱所有的同胞啊，感谢咱欢迎各教牧师，感谢。